你好，车帮忙吗？你好，车爆胎了。哦，哪个胎？就是左前轮的胎。我。好。帮我拿下一个。这事交给我，我最擅长换备胎，好吧？嗯，真的太感谢了。不客气，不是。你这车是租来的吧？对，我今天刚回国，然后租了个车，我也不知道打哪个求救电话。你看，我就说吧，连个安全标志牌都没有，这样很危险。您这没什么事儿了吧？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我那边住去了啊。赶紧走，早就想清静两天了。您这刚好两天，合着成我在这儿赖着不走了？行，有什么事儿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吧。走了啊。等会儿，跟罗烨打招呼了吗？跟他打什么招呼啊？没必要吧。吃了人家那么些天饭，敲门声就走了，不讲究啊。干嘛呀？啊？干嘛呀？昨天晚上你不还给人送水去了吗？吵架了？吵什么架呀？又不是幼儿园小孩。我还以为有这么个对门，你不着急回家呢？你是不是上学那会儿"见好就收"这个成语没学好啊？什么意思啊？"见好就收"，不是说看见了人家对你好，你就立马鸣锣收兵，懂吗？行了啊，别话里话外的点我。点你，我还不如点那榆木疙瘩有回音呢。不是怕你犯傻吗？行了，我知道了。哦，昨儿我在网上在苏宁易购给您订了一台洗衣机。我走了以后呢，别衣服乱扔，全扔里边搅搅比较方便。不是我说你啊，你说这么大件贵重的东西，你老跟网上订，那玩意儿靠谱吗？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在网上买东西，怎么我这给您买一东西盒还不落好了？走了。哟，这么巧啊！上班。
水最好。知道。老毛病又犯了，对不对？人家姑娘只要一上心，你立马认怂就要躲，对吗？没有的事儿。我再说一遍，没有的事儿啊。别装了，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哎，说实话，要不要哥们出马帮帮你？啊，闭嘴！我告诉你啊，今晚你可以住这儿，但是有个条件，我的事儿不准管，也不准问。好。这是什么新闻吗？你遇到真爱的平均周期是28天，你哪月不遇到真爱？不是，这次真的不一样。你看啊，我之前碰到我喜欢的女孩，顶多就是生理上的冲动，但这次完全不一样了，整个人都通透了，像是被神旨点化的感觉，真的，甚至我都觉得自己都配不上人家。本来想着这睡一宿这事儿就过去了，结果我这一宿压根儿就睡不着，我满脑子全是他。真的啊？是女的吧？是啊，废话，是女的就成。只要你这性取向没改变，甭担心，甭为自个儿担心啊。哎呀，你是没见着那种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的样子，散发出来的都是纯自然、纯天然的美，眼神里面惶惶不安、脆弱敏感，是男人在他面前都得在，因为都想为他披荆斩棘、斩妖除魔。不烧啊？嗯，这怎么了？魔怔了？这不是你录的呀？所以这次是认真的，这次完全不一样啊。真的啊？行，那我发自内心的祝福你。哎哎，回来！你干什么去？我跟你说，你别想混过去。我告诉你啊，哥们这么讲的，我呢先动手试试，如果实在拿不下，你必须出马帮我一下。哎，你可别忘了，我手机里还有你录音呢。我去，都这点了，哎哎哎！我告诉你啊，再不上班该堵车了，老板该扣工资了，这事儿搞不定，老板开除你。今天的西柚汁多榨几杯，多准备些甜点。好的。餐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吗？准备的差不多了。昨天晚上又玩嗨了吧？给自己泡杯咖啡醒醒脑啊。好。起早了吧？去吧。Glory,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see you. So beautiful.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It's Jessica. Hello. Please meet my new girlfriend. Oh, new girlfriend? Oh, yeah. Wow, we're kind of working together. Lori, nice to meet you. Yeah, how is breakfast? It's good? Great, yeah. Okay. Breakfast is good. Okay. As usual. Thank you. Okay. Brilliant. Okay, enjoy. Okay, thank you. Sorry.会是慌慌张张的，越是忙的时候越是要稳住，知道吗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lory. How are you? Mr. Jason, how are you? Thank you. I'm fine. Thank you. Is your coffee? Okay, thanks. My wife is in the room. Can you call the room service and send the breakfast to her? No problem. I will ask our room service to send your wife. 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这条裙子三万多块呢，是今年最新款。不是，让你一杯橙汁给毁了。杯子放到您手上，你还狡辩是吧？你们经理呢？把他叫过来。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我是行政吧的负责人 Lori， 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你看我这裙子，你说怎么办吧？您是我们酒店的住客吧？废话，你什么意思啊？我如果不住这儿的话，你们还不管了？您误会了。这样，我先让他们去您的房间取一件干净的衣服，先换上，我们再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样你也可以舒服一点，可以吗？罗经理，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明明把鼠杯放到他的手里的，是他自己没拿好，咋的？罗经理，别说了。我来解决。陈小姐，您看这样好吗？我先让洗衣部的同事去帮您清洁，所有的费用我们酒店来承担。如果不能恢复原貌，要是洗不干净怎么办？我们照价赔偿。这可是你说的，我这条裙子呢，三万多块，到时候你可别说赔不起。陈小姐，您这条裙子的确是卡瓦利的最新款式。如果您有发票，我们可以照价赔偿。但恐怕您这条裙子啊不是正品。当然了，它已经仿到九分像了。一般的正品的水洗标，它的熨斗有两个标志，内标的下划线呢也只有一条。您这条裙子并不符合。你少在这胡扯！你们弄脏了我的裙子，现在又说我的裙子是假货，你信不信？我告您酒店。我说您肯定不信，我们酒店旁边有条精品街，我可以找专业的人士来鉴定，只要这条裙子是你口中的价格，我个人赔偿给您，如果不是，我们只能照价赔偿。当然了，我个人所能做的额外权限就是可以帮你免掉这两天您在我们酒店的餐食，你看这样行吗？那我这条裙子也三千多块呢。如果洗不干净，我个人赔偿给您。那好吧，真的。您慢走。我真的真对不起。你就庆幸这条裙子是山寨的吧。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任何水和饮料不要直接递给客人，放到前面的桌子上。说的时候不认真听，现在长记性了吗？那这条裙子……行了，这橙汁肯定洗不干净，这钱我出，你别管。下回再发生，我也不保你了。拿走吧。慢点。好。
意思轻描淡写。你背叛了我，背叛了这个家，凭什么女人就该隐忍接受？隐忍的方式就是要索取全部的财产吗？我们两个结婚七年，你从一无所有来到美国，到现在变成了美国公民，仅仅是因为我犯了一点的错误，就要让我给你全部的家产，那让我不得不怀疑你跟我结婚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那张美国绿卡，对吗？说话。Maybe you're interested in some new evidence. What new evidence? We took some interesting pictures. I think it's your client. Have a look. It's him, isn't it?